好，那我们今天叫做草莓啊。没有零零，我是谁？六三九是零零，我是零。欢迎来到零零手册区，我们今天要做草莓啊。草莓啊，两个刚，两个刚，几个条。那没事做，再去拍右转了。你爱拍右准，你爱上右准了。有一天你爱上二宝。爱上右准，平安。刚刚我不小心撕掉底了，怎么办？没关系，继续撕，管他的。草莓啊，啷个干？记得不要撕到底哦。你看，这样很像一个草字，对不对？你以前国语课本是不是都是那个有电池在这啊？小爱同学，在四十分钟后提醒我。四十分钟要换一个电池。超美，好的，你把你定好四十分钟后的闹钟。这样子，然后我会编的，我会编的，然后抽出来，抽出来，抽出来，抽出来。哎呦，怎么抽的不好？是什么啦？我不会编啦。不要这样子，突然放弃少年。他不是这样子吗？转一这样子啊，那我会这样子吗？我这样套上去啊，套圈圈啊，妈妈说的套圈圈啊。妈妈故意用可爱方式，对不对？因为他不知道我们懂什么啊。这个，哦呀，还是你先弄天竺鼠车车的那个。设计图，顺便找灵感。哇，好漂亮哦！你看，真好漂亮哦！真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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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很好，很漂亮。那我要做什么？聪明，别再浪费了。嗯，什么浪费？我没有浪费，我没有浪费你，我只用你的。那我就撕不好呀，可能是 yes， 那我折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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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也是那个吗？玉壶吗？折折折，哎呦，怎么还没折？超美二郎给干，超美二郎给干，我也太幸运了吧！我拿到不嫩的草，嫩的草才好做。像姐姐这种，你看就很好做呢。你看我做到这里，软软的，那叫嫩的草，不是不嫩的。而且它折折，你看它太厉害了，它折了还不会断呢。为什么我遇过断掉的草就很棒？往里折，哥永远不拉这根。打击了，这种不会编呐。妈妈说往里面，那就这样子。啊，为什么啦？这只要怎么用？要怎么用？他一直不让我用。哦呀，我明明都已经拉了。没关系，不要着急。好了，这样一只草莓啊就完成了。草莓，嗯，也还不叫适合做小的，你看很可爱，对不对？对，的确蛮可爱的。这是蟑螂吧？现在打下去妈妈会哭哦，太辛苦折成那么漂亮的草。这蟑螂好大哦，大蟑螂。妈妈，妈妈，我要背着耶，妈妈背我，你看。哇，好可爱！这是你们两个交配吗？哦，你看好可爱。我帮你编完了，可以吗？我要用天鼠鼠车车，天竺鼠车车，我只念天鼠鼠车车。天鼠鼠车车，
你们做好一只人了？对啊，对。超美啊，攻击小石猴，叮叮，应该是超美啊，获胜了。哎，这个小石猴获胜了。好朋友啦，你忘记了吗？他叫做张张，耶、yeah. ！他叫做毛尾巴喽。yeah. 不要玩我，不然我没有人陪我。好可爱！我早就放下去了，你没发现？好可爱哟！超美啊，狼给刚。好。祝你一路顺风，祝我拍得到他们那个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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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事。相片界订阅我们，晚上6点多是相片小姐姐，拜拜。